这边是 GPT WinMX2 的一个战地一演示，画质是 1080p 的低画质，瓦数是18瓦。 GPT 这边似乎是已经把这个显卡是调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没有看到掉帧和其他现象。我开的是观战模式，如果有其他游戏想测的话可以在这边留言，周六周日我可能再开一场直播，有问题咨询可以加群了，我们期待下期再见。Jemand erste Hilfe. Kamerad, erste Hilfe. Ich krieg dich wieder hin. Erste Hilfe, nimm schon. Feindlicher Sänger.